蛋清同学，感谢你送出来的鱼丸。看见零一零了，看一下。这地图我一来爆兵儿呗，对，爆，我也爆的。我多爆一点，然后再考虑升基地。这个 PC 在语音，你们自己看一下比赛啊。多爆一点兵，这个图。啊、对，我三十五。这图重要的就是，嗯，可以。这个图就是中间那些点特别重要。对的。抢了就是优势。来本骷髅书，教做人呢。对，特别是他妈的奥克跟 UD 一本骷髅书，前期真的搞死你了。那个是崩盘了，那个。我抢了宝就直接过去。好。树在这边。好。开了、啊。去你家了，嗯，一个 DK，、那个、可能剑圣也会去，拿去，提前补农民，先补着，不行再取下，嗯，可能剑圣也会去啊，我们看了他，嗯、应该是，哎，怎么就一个 DK 呀、啊？哦，来了，剑圣在我这儿。守得住吗？守得住，守得住。守得住，就死一个农民。嗯，那可以。行了，守完了。直接练大的，嗯，我是练大的。
印字吧。好、啊。哎，剑圣在旁边。幻象，幻象。幻象。后面有东西。骷髅。我去陪伴他。喂，剑圣。嗯。啊！我操，没抢到骷髅树，亏了。虚压吧，我三级了。虚压或者来抓都行。来抓来抓，我感觉能抓。往你那边看。我有个吹风棒。嗯，可以可以。他大积血都很少了。好。强杀你了，没事没事。小心啊！嗯。往后面拉吧，往后面拉。好。你接着。我开个无敌。往后面拉吧。我监视他撤了。你走吧。哎，他在追你，还在追你。没办法，没办法，我没拦，看能不能走了。他不追了，哇，小歪出来了。哎，我操，那是个假的，妈的！啥小歪出来了？我小歪也快出来了。嗯。哎，你变态！不急不急，变了。走，抢那个点。在旁边呢，在旁边呢。强烈强烈，怪了，早就会干 DK。 好，我给你大无敌，你大无敌在身上，大无敌在身上。哎，我操，吃不出来。没事没事，没他回城了呀。好，不亏。不理他，不理他，我们练。练字儿吧。嗯。大蓝，我身上。我先拿着了。你拿，你拿，我不要。我小孩等级低，现在。这里还有一个。你就练下去。那直接去奔下面那个点。DK 给你贴个药。我已经有球了。我买了个粉过来。在这边，在这边。他不敢练。慢一点，慢一点。我带了粉。嗯。
给你 DK。哎，哎呀，我操！哎，没事没事，你拿这里吧，你单练一下。嗯。单练小歪吧。嗯。那分给你，你自己上。哎，不用，他来抓了。嗯。打吧。看一下抓。打打打。打吧打吧，哎，卡到我了。先出去，找位置。李先生，哎我操，打了那个科多。嗯，杀他小白怎么样？也可以可以，他今天没蓝的，我也没蓝，我回打后面的车。走吧走吧，要出事儿的，走。你走你走，我拉就好。不理他。不理他。嗯。那倒空点他没有练。我们练上面的。好吧。一起练吧，练得快就行了。好。哇，学这妹呀，今天抢到经验了。没事，把握我的。哎，剑叔，剑叔，我知道，我知道，小白去吃了，嗯，差一丢丢到三，退一下，嗯，打这儿练了吧，我没粉了，我没粉了，有粉吗？啊，行行行，要来要来，他也是二的，打打打，走不掉。好，杀了。找机会干他剑圣。好。操，我的位置太差了。差就退一下。我们退吧，往后面退吧。拉着打吧，去你家，去你家。走吧。这里还有个点。把雇佣兵，我去练雇佣兵。好。
哎呦，在我这儿。走得掉吗？走得掉，走得掉。退一下，退一下，我练完过来。不急，慢慢慢慢爆兵先。把无敌控好就行了。他们那边的他买掉了，我去把这个练到五，等会儿秒英雄吧，秒那个瘦子英雄。好，你这里还有一个点。嗯，我这儿有个无敌鸟吗？我有一个的。好好好，我人会引爆了。行，练完这个点找机会去打一波。好，我只有一张群补。行，我买一张吧。等会儿看情况吧，找机会我去把那个兽族大祭给刷完。嗯，我可以飘四个毁灭的时候。可以。可以了。行，你有 TP 吗？我没 TP。 剑圣在这儿，我操，他两个群补。我剑圣有个那个扛腰带的45秒那个。嗯，这边那是骷髅是吧？嗯，去毁灭了。等一下，等一下，可以打吧。哎，王，哎，李鸭子，我去刷地洞。算了，过来，沉默一下，截一下。嗯。哎呦我操！没办法。关了，我派个去买一下，看能买了。我要拿你。嗯。哎呀，打不过呀，这
他有个那个卡莫腰带你妹呀、啊、我的 DK 谁又升上去记得啊、记得记得第一波那个剑这波剑圣死的太傻逼了我想上去分几个幻象来扛一下然后上去直接一个变上去回不来了就上去回不来了这个是他刚才那个剑圣要不是那个有四十五秒那个扛魔的那个我也能直接把他秒了嗯不好秒我在打中西游是砰的一声我都给跪了这图可以科技我科技好刚才他们说科技比我们快但是我们练级感觉没有压到他们主要我们去本来去抓他们的然后他们是骷髅叔比我们凶一点好来了第二盘 Tia 而且有几波我的失误都比较大那个特别那个粉我想给 DK 然后把那个敏捷加三拿过来然后刚好格子满了我靠我那里我直接格子满了 我都不敢C你知道吧我想换你的敏捷加三然后你妈的然后就刚好被抢这个太丑了简直是送别人一个他刚那个剑圣抢的有点多嗯剑圣没抢那么多的哎还是那个黑暗球真是毛用都没有黑暗球跟那个黑暗球扛腰带太厉害了黑暗球没用然后前面那个骷髅叔也有点屌我们本来我们是暴兵嘛、嗯、我们是暴兵他们是跳科技吹风暴没啥用没多大用那个时候没多大没有骷髅叔有用对骷髅甩出来太厉害了骷髅叔一甩就是他妈大半队兵啊八个边太得劲儿了哎忘记给你钱了没事没事嗯等一下我、哦、直播好像卡住了你要暂停吗不用不用弄好了已经
兽族好像在你对面，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斜角，反正我直接奔那边看一眼。在这儿，在这儿，先生。看了。剑圣在我这，你放心练吧。剑圣往你那边走啊。剑在我这。敢练了这儿，要不就去他家搞一波什么？悄悄吧，他们拦了的。他在我这儿，他哎，退吧，退吧。嗯，都不敢练的这，他隐身过来了。哦，好，我在后面，我看一下他。看着就行了。你能牵制一下吗？我回去买个骷髅棒。可以可以。我就没骷髅棒了，是。他先隐了。蓝胖子在这边，小心被网。他过来砍你。小心你见证。我知道。要强路胖的。他奥斯野怪怎么不往他、啊？哎，好、哦，不错。他会在074，我连一个。我连一个四级龟就给我刷吧，我这边先到3的。直接练完，练完。他在练完，然后小歪继续练。哦，好好好。你 DK 可以去。好，我 DK 去了。你小心点啊，剑圣可能在你旁边的。没事，他血很残。给我100木，给我100木。对了。打蜘蛛。练完了那边自己控一下。我们把这个练了吧，它很残的。好。我有个粉，我还想。傻，你走。走不掉了，这太近了。没事，那直接这边。
还有木吗？有。好，再给我一百，出个另一熊，这连大的了。连。我顶，我顶，我顶。嗯，直接打就大了。我直接 C。怪了。哎，我 DK 能奶吗？火加顶了。好、哦、小歪，算了算了算了，先拉一下先拉一下，我这波被包得有点伤，能拉吧能拉吧，哭的太多了，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个先练了，嗯，把他拉哭了已经。那这个给他吧，给给给。强撸大点了，他要练大的，他如果不来，我们就练大。这边这边。你练吧，练吧。哎，我操！别弹了，别弹了。暂停了。好了，好了。哎，先拉一下，先拉一下。那蓝胖子能练吗？可以，可以。练点蓝胖。来后面，哎，小文，嗯，打后面的，嗯，打后面的，小心你的力气啊，嗯，我有球，他没球 ，DK DK，TP 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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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快跑，嗯，好好 ，T 完之后直接往右上。右上去，或者来我家吧，来我家，来我家，家吧，他追我，没有球可以继续跟他打。他有球，他有球的。哦，他有球，那算了，那练夹角，我给你奶一个，给你贴个药，过来贴个药给你。嗯，我第一个走了。右上，嗯，他们也在，我勾出来还是怎么样？他引开，他引在练了呀。那我们打胖子，我哎，哎算了，你把那个蓝胖子抢了吧，蓝胖子抢，我 C 了，我 C 了。别抢了，好抢了抢了、嗯，不打吧不打不打，别太少了。他网住你了，边站边退。哎呀！我操，沉默了。我 DP 了，你走吧你走，你走我。好好。哎，我操！怎么会被留在那的？我买吧，没办法。
他有个低压。嗯，我没时间去买了，我这个主要是。先去中间吧，看一下能不能断点冰什么的。这边又抓到个蜘蛛。嗯。先生小心点儿。嗯。哎，可以的。我觉得他好像没送网。小心 DK。嗯。哎，这沉默有点烦，一直奶不出来。他竟然也死了。嗯，可以打。还能打，还能打。再撑撑一下。哎呀我去，记了记了记了，太强了，记记记记。在海龟那儿太贪了，死多了，压他那个海龟压多了，压两个，咱俩压两个的时候出问题了。对，压了之后，那个海龟我们勾出来练就算了，然后被夹了一下，对，被夹了一下那儿，那夹的时候死多了，我兵也死多了，嗯，然后那一波打不过，兵少太多了，他们那个兵就直接攒起来了。嗯，行吧，那没事，下次再打回来吧。下次再打回去的，无所谓的。行，那我先下了。那先这样了。啊，下了，拜拜。这个他们说网络卡得很。啊，那个同学们，我今天就到这儿了，我去明天打电话问一下电信那个网络是咋回事儿。没有啊，对面是海牛跟120。没有啊。嗯。好，我先下了啊，拜拜。